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 Beauty 的美妆小编依琳。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款天然水貂睫毛。天然水貂睫毛呢，它是100%的动物毛，并且有经过 SGS 的认证，还有紫外线的杀菌，可以让消费者嫁接得非常安心。那水貂睫毛呢，它嫁接出来的效果会比较有仿真的感觉，嫁接出来会感觉很像是真睫毛，比较不会有作假的感觉，并且很舒服。那另外它还有专为下睫毛设计的长度0.6公分，这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。那另外水貂睫毛呢，也有颜色可以做选择，这个是水貂巧克力色，这个是黑色。巧克力色的水貂睫毛呢，它比较适合有染头发的消费者，或者是喜欢更仿真更低调，然后嫁接出来的效果都是很舒服很自然。那它卷度有分 Z 跟 C 两种，小编手上这一款是 Z。 这是 C， 那天然水貂睫毛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